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欢迎收看今日1月25日公司中大新闻，我是柯幸珠，是不是开始来关心个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？今日正月初三，不少民众开始安排春节的旅游，高雄局预估哦，今日会达到300万台车次。世界经济论坛2月5日要踮咧瑞士举行，欧洲危机是参加的专家学者甲国际组织上关心的代志。过完花钱的过年哦，南半球一年一届巴西家庭花火，嘛要踮咧2月份举行。新闻开始来关心哦，今日是正月初三，国公局哦是预告讲，今仔日国道专线可能会达到300万台车次，而且下晡4点会达到用路的高峰期，咱北上向哦拢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车潮。另外要提醒大家哦，明仔初四早起9点开始，高速公路会开始实施高行载管制。今日是正月初三，北台湾天气依然是冷飕飕，不过低温的天气并无影响民众出去佚佗的意愿。暂时高速公路车流量就开始变大，真侪路段拢出现车侪情况。另外，像是通往宜兰的国道5号，早起也是行行停停的情况，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。拥挤的路段包括国道1号的这个桃园到中坜啊，那国道3号目前是土城到龙潭。还有中部地区目前是国道1号的这个彰化到园林，还有国道3号目前是彰化系统到雾峰系统的部分，国道5号这边目前是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，目前也有车多拥挤的情况。高工局表示，今日有真侪民众出游甲提前返来北部，将是过年连假到工中国道负担相当的一天，预估交通量会拐达300万台次，而且下晡4点起会达到用路高峰。南北双向会出现大量的车流。11点左右是南下的车流尖峰，那下午开始可能慢慢会转为北上为主的这种形态。那大概下午4点到这个6点左右，可能是下午北返的这个交通量最大的这时刻。为了分散车流，高工局会在正月初四甲初五早起9点到下晡3点，在国道1号高雄到内坜交流道、国道3号九如交流道到大溪交流道的北上入口10道实施高行载管制。小客车必须爱坐满3个人才发到进国道，民众一定爱多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